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频道。今天的折纸教室呢，要来教大家怎么做出简单的福袋。那现在呢，过年快要到了，其实自己可以动手来做一个简单的福袋哦。那里面就可以装一些小饰品啊，送给别人，送给朋友都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。今天用到的纸是长宽 20.3 公分，就是一个正方形的。然后因为是过年嘛，所以我用金色的有招财的意思的纸来做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对折成一个长方形。然后分开，另外一边再对折成一个长方形。整齐好。然后分开，四边的角向中心点对齐。那我们要做那个福袋呢，那个折线都要很明显哦。好，下面这边呢，对到这边来，对到中间，那旁边也要对齐哦，旁边这两个要对齐。好，那上面的一样折下来，对齐中间。好，分开，另外一边，转个方向，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做法。好，好，分开来，然后再对折一个三角形。好，下面呢，再往上折，折到这个线。好，线，好，打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中间的线了，然后上面的往下折的三角形，下面的往上折，这个折线往上折三角形。这边是中间线，然后因为这边比较，是
比较粗的嘛，我把它要把它折成凹的线，所以再把它折一下，原本粗的线变成凹的线这样。那这边呢，原本就是凹的，这边是中间线，然后这边是凹的，就不用再折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往这边折，好。那这边你们注意看哦，这边是中线，这边中线，然后中线的另外一条线，中间线的另外一条，这边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往旁边折下来，然后这边折，折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的位置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再翻过去，然后另外一边右边的往这边折，好，一样，这边是中间线，中间线的旁边这一条折线，然后对齐好，然后折。折到这里就好了，折到这里，这里，好。那接下来呢？刚才我们折好的，折好的，刚刚好我们折好的，然后这边呢，把它折过来。刚才我们折好的。刚才我们顺着那个折线折好了，这样子，好，翻过来，这边往上折，上折，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边是中间线，然后这里。这边折，这边要把它弄好，往这边折，这样折好，对齐好，把它捏住，捏住之后呢，里面把它折，里面折，这样把它折进。这边捏好，然后里面这样折，这样把它调好。好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中间线这里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折到这个位置，所以呢，这样子。对齐好，这边下面对齐好，对齐好，好，捏好哦，捏好，然后这边把它折好，先折好，好，先折好之后呢，这两边，然后往内，顺着那个折线。然后把它翻下来，然后这边脚架把它稍微微整一下，就是那个按照那个折线去折，然后往下翻，好，福袋就做出来了，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在这里呢，我会用个小贴纸把它贴住，这样子，
然后这个小贴纸呢，在文具店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贴纸，然后看招财进宝的，然后里面就放一些吉祥的物品呢，就可以送给朋友。然后贴纸，smile 好了，然后贴纸，然后就可以送给朋友啦。对啊，过年做这个还蛮喜气的，可以动手做看看哦。好，这是晨晨的分享天地，请帮我按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国外的朋友呢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like the video, subscribe my channel. 我们的德子教师呢，下次见，拜拜，see you.